元旦现在没有啊，家人们，元旦现在没有。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深情只是古老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梦被埋藏，艰难言语中心碎了才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深情只是古老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安心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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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嗯，言语中心碎了才懂。咱们先点赞啊，家们先点点亮啊，把爱心体三连往上搂一搂，家们，咱们把爱心往上搂一搂啊！我四哥蛋蛋现在正在吃麻辣棒子。雨战雨干雨何方生死干几给，想不想四哥？雨天嘟嘟哪能生死干几给。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属于你，我们还是一样被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好听，欢迎大家伙走进我的直播间。今晚周老五和小明演的什么效果的段子呢？今天晚上周老五跟小明蛋子演的是抢零食的游戏啊，是就是针对于狗子如果护食该怎么办呢？啊，你有几个小狗啊？四哥在这吹什么呢？四哥在这吹了一首十年啊。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被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不吹了呢，四哥给腐牛做 B 超了吗？没有，家吧，没做 B 超，因为现在不到十号，现在还不到十号。别让老四下棋，没到时候呢，到时候我就自然就去聚了，家人们，是不是有好多朋友们今天晚上来直播间就是想看看，就是想看看俺家腐牛大子的肚子，有没有想看的？啊？就想看看俺家腐牛大子到底怀没怀孕，是不是有好信的？老爷管老四要，看他给不给，老四指定给啊。老四啊，你把这个给老爷呗。但是我不敢动嘴啊，我不敢动嘴，家人们。老四的话我只敢动手，我敢肯定老四肯定不能咬我，但是我要动嘴的话我怕他掏我一下子，家人们知道吧。老四其实不护食，老铁们，他不是不护食，如果但是那么整太危险了，家人们，我不了解老四。你看我跟老四这么长时间啊，家人们啊，你看咱老四这么长时间，老四不咬人不护食，但是呢，家人们，如果真要是像抢小迷糊零食一样抢老四的东西，我怕老四会掏我，知道不，家人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迷糊如果掏我的话顶多就咬层皮儿啊，如果老四掏我的话我怕咬到我的大动脉啊，家人们，所以安全系数非常低，知道吧？危险系数特别高啊！如果是小迷糊大子的话我指定敢玩，老四的话就拉倒吧，家人们，老四就拉倒吧。
啊。君子动手不动口啊，你试试要一下子呀，老四不掏人，我试一下子，老四啊，我真怕他咬我家呢，因为老四的脾气了不太稳定，知道吧，我四哥，我因为我四哥最近刚谈完恋爱，知道吧，我四哥现在是自信满满，知道吧，四哥他马上就要生儿子了，老铁们，他的媳妇刚怀孕不久，也许怀孕也许没怀孕，但是我四哥刚入完洞房没多长时间，家人们知道吧，我四哥现在指定有自信，老铁们啊，我四哥是一条公狗，家人们，最近他找到了自信，知道吧，最近他拥有了媳妇儿，拥有了他的媳妇儿原配夫人啊，找到了自信，我怕我四哥因为这份自信再咬他姥爷一口，知道吧，给他姥爷干，给他姥爷大的给干一万去，犯不上啊，老四也是，老四，你四哥也是人工，你别管是什么玩意儿，你别管什么玩意儿，你就说到最后是不是感觉是不是一样的，别扯这没有用的，你别管是人工还是啥的，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就完了，是不是也算是找到自信了，啊，这个小苍蝇，这苍蝇真他妈烦人，这苍蝇，这怎么这个季节屋里有苍蝇呢，我从来没注意过，为什么这个季节开始屋里有苍蝇了呢，是不是因为咱家屋里暖和了啊，是不是因为咱家屋里暖和了现在有苍蝇了，夏天我都没看到有这么多苍蝇啊，四哥吃东西时充满了智慧呀，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还以为深情只是古老的沉淀。小牛蛋的东西我敢抢啊，但是这个磨牙棒咱先尽量不要抢，家人们啊，小牛蛋的东西我敢抢，但是这个磨牙棒咱尽量不要抢，老铁们，你们知道为啥吗？啊？你们知道为啥吗？家人们，不是我不敢啊，家人们，不是我不敢。啊，而是我有点闲乎迷糊。小牛吃这个磨牙棒，它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它自己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就是把这个磨牙棒子啊，家们从头到尾都给它撸一遍，啊，整的上面全是哈喇子，你让谁吃？咱就说了，小牛蛋子现在开始玩埋汰的，知道吧？他吃不吃先不说，先把上面那个鸡肉给你撸了它。啊，因为小迷糊敢咬主人，不是因为小迷糊在上面整个全哈喇子，太埋汰了，太埋汰啊，嫌乎他啊，全是哈喇子，黏糊抓的，黏黏糊糊的，你们好好吃得了，你妈吃个东西你都不老实，你吃个东西都不老实，那什么玩意儿，这迷糊蛋子吃东西别说话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妈？什么？谁？你说什么玩意儿呢？是狗语啊？你这鸡头白脸，吃个东西鸡头白脸的。啊，小明骂人呢，指定在那骂我呢，我跟你说，指定没说我啥好，知道吗，指定没说我啥好，指定在那骂人呢，总共就三个磨牙棒子，我给了你一个，是不是啊，总共就三个磨牙棒子，小明说我给了你一个啊，给了 Seven 一个，给了老四一个，你说我对你们三个多好啊，我都没给腐牛蛋子吃，今天晚上我都没给腐牛蛋子吃，你说老爷对你好不好，牛蛋子在这说啊，你凭良心，牛蛋子，牛蛋子在这凭良心说，你说老爷对你好不好，你一会儿啊还在这骂我，
啊，说什么咱也不懂，是不是？还在那骂我，但是你骂我，我肯定能听懂啊。你骂的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但是你骂我，我指定能听懂。日本兵就是爱吃啊，家人们，请不要管小牛蛋叫日本兵，老铁们啊，请不要埋汰小迷糊啊。日本兵能跟小迷糊相提并论吗？家人们啊，是不是？那日本兵是纯纯的牛马，你跟你能跟小牛蛋的相提并论吗？我操了！这谁淌的水儿？啊？腐牛过来，腐牛来。我操，不会流产了吧？啊，这什么水儿？啊，这个应该是血呀。是不是羊水啊？不可能是羊水啊，家人们，这什么？这是血呀，应该是。啊，一股腥味儿啊，看床也没这么快呀，嗯，着床也没这么快呀。哎呀，这什么水呢？这是啊，这什么水？我看看呢，看腐牛肚子，看腐牛坐好了，腐牛坐着了，腐牛坐下来看肚子，腐牛躺这儿，躺这儿，躺这儿，看肚子大没大。嗯，别动，别动，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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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我看。我操！哎呀，不对劲儿，老铁们，不对劲儿啊！啊？啊？不对劲儿，不对劲儿，我看一下子啊。我得用一次，用一个白色的，我用一个白色的，我看一下子，这指定是腐妞的，指定是腐妞的。来，我做好了，彪啊，彪，我看看，看啊，我看这里有没有水水，行啊，不应该不能，应该不能，哎呀，应该不能啊，嗯。哎，我查一下子啊，家人们，狗狗怀孕的时候会不会往外排一些，有没有排泄物？啊，应该是内分泌吧，就是它的。我查查，家人们啊，狗狗怀孕期间会不会有分泌物？狗狗，狗狗怀孕期间，哦，狗狗怀孕期间，流血是怎么回事？狗狗怀孕期间流血可能是流产，不对，狗狗怀孕期间会不会。有分泌物，狗怀孕
流淡青状的液体，通常不会流出分泌物。如果狗狗怀孕阶段流出分泌物，样或者脓性分泌物。哎呀，哎，度娘也吓人不准，我那是不是流产了？哎，他也不应该不能啊，家人们，不是鲜血，不是鲜血，不是鲜血，家人们，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之前怀孕里边有的分泌物他给排出来了？就比如说，感谢啊，感谢我龙头哥哥，欢迎欢迎哥啊，欢迎哥哥来咱直播间，感谢送上大烟花啊。感谢送大烟花啊，你太辛苦了，分泌物正常，去检查一下吧，扯淡。感谢龙头大哥啊，有先兆要保胎，不是鲜血就没事，不过关起来吧。会不会去啊？不会吧，去查查。哎呀，查查的话，现在他也查不出来呀。我跟你说，腐妞吧，家人们，他就是太淘了，知道吧，家人们，腐妞太淘了。他不是说像别的狗蛋子似的，一步一步的啊，一点一点走。小腐妞吧，干啥都淘，知道吧？他在出去玩啊，家人们，然后呢，咱出去遛弯啊，他一走就总撞那个大门。他总撞那个大门，但是他总用屁股撞，用大腿，他一种跑得快呀，家们，腐妞跑得快呀，一跑得一快之后到门那个地方来不及刹车，知道吧？他那个后屁股一掉腚，家们一打滑，直接漂移了。过来，就比如这个门吧，家们，他咔咔往这边跑，然后呢，脑瓜子出去了，身子还没出去呢。那身子惯性大呀，家们，他那个屁股直接就掉地儿了。啊，最近忙吗？还行吧，还行吧，哥。天天就是直播拍段子发货，天天就这样，就这点事儿。跟人一样，安胎期间不能剧烈运动，很容易滑胎，刹不住车，跟他这个也没关系。拴着遛他，不是他们出去遛弯，他们出去遛弯都是集体的。Seven， 你没事吧 ？Seven， 啊，什么叫掉腚？让他演一下子，掉腚就是漂移，掉腚就是打滑了，知道吧？掉腚就是打滑了，突然之间就打滑了。干啥呀 ，Seven 你？啊，你看那好吃的就给你吃了 ，Seven 就给你吃了，你就好好的，别总咬人家。你看这不儿媳妇吗？哪有这么对儿媳妇的 ，Seven？ 啊？Seven， 哪有你这么对儿？那不儿媳妇吗？你这老婆婆咋当的？天天看你这跟人立可厉害了你这老婆婆咋当的？好吃的给你，好玩的给你，啊！你儿媳妇都不会说话，你儿媳妇都不知道生气。你说你这她，你婆婆，你这婆婆脾气可大了。感谢我莫愁，感谢莫愁啊送来的礼物，感谢啊送来的什么玩意儿？这叫蓝色妖姬。周六买的狗粮今天到了真快，感谢啊，感谢萌萌啊，谢大家伙啊，假厉害就咋呼啊，我还迷糊呢，人都没有，塞吧，人都没有，就三个了啊。
没有了，就这几个磨牙棒子，这皮还这么大。十六还怕老婆婆？十六不是怕老婆婆家吗？而是十六事少，知道我家吗？小十六大的事少，小腐妞事也少啊。俺家 seven 这是得理不饶人呢，但是我没有说俺家 seven 的意思啊，老铁们啊，我没有说 seven 的意思啊。我就是说 seven 这脾气啊得改，家们 seven 蛋这脾气得改。十六长卧蚕了，改不了。玩什么玩意儿？我想办法给他们几个整点好吃的去啊！我也想办法给他们几个整点好吃的，狗蛋子。哎呀，这个老大馋的，这个老大馋坏了，这可不行啊，家人们，这可不行啊！啊，除臭剂是干什么的？除臭剂，老铁们，除臭剂是干什么的呢？是除臭味的啊，家人们，家里有臭味的呀。这个除臭剂是，它是一个。纯植物的啊，家人们，纯植物提取的，知道吧？啊，就是除味的，分解有机物，知道吧？家人们，它不是空气清新剂，它是分解有机物的啊。的确是没有好吃的了，的确是没有好吃的了，家们，啊，给福妞一个啊，我只能给他们一个这个洁齿棒吃了，磨牙棒的确是没了，小石头一个啊，啊，这回都公平了吗？这回公平了，离九斤的还有吗？离九斤的话，九斤在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现在排就行，啊，九斤在第一个链接为离。磨牙棒的确是没了啊，家们，就像这小洗齿棒了。哎呀，就是洗齿棒了，洗齿棒还能磨一磨，啊。这谁的？这谁的？啊，这谁的啊？这谁？老大来，老大给你来，这给你。这又谁尿的啊？我问问你们几个，这又谁尿的？这不现在养成习惯了，这不忌耳的吗？啊，这不纯故意的吗？这不是谁干的？是不是你干的，小石榴？是不是你干的？你别咬的手，你上多大火呀？指定小石榴蛋子尿的，我跟你说，太细太我太知道了。这小石榴最近怎么事呢？你说家们，小石榴蛋子，啊，这上这大火呢？嗯，
咋上这么大火呢？今天我发现个事儿啊，家伙，还发现个事儿，我发现好像花卷子好像怀孕了似的，家伙，花卷子，啊，我总感觉花卷子好，花卷儿，卷卷儿，啊，我怎么感觉花卷好像怀孕似的呢？啊，卷卷儿呢？别动，别动，卷儿，我怎么感觉花卷肚子这老大？快点来！啊！我看着啊，来快点来，快点到！我感觉肚子好像怀孕了，这突然之，你看前面，看这肚子，那吃多些东西了呀？是我包子跟花卷子干坏事了？啊！恭喜卷卷！啊！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这不是？啊，是不是？啊，像是有着似的。这狗蛋的肚子太肥了吧？啊，像不像怀孕了？你看看，像，你看，你们看，看看花卷的肚子，让你们看，看看看，你看，你看，我说的吧，明天去看看吧，是不是？包子，你是不是又干好事了你？啊！你是不是又给人整怀孕了？包子，是不是你给人干怀又给人整怀孕了？包子，你瞅瞅你，你多不让人省心呢，包子！赶紧回去吧，一会儿因为狗蛋子来出来找你玩来了，我回去吧，花卷。花卷子，快回去，回去啊！你们狗蛋子们该来找你来了啊！花卷子好长时间不出来了，家人们，我不让他出来。他花卷子愿意跟大果干架，他愿意跟大果干架，知道吗？给分开了，彻底给他分开了啊！希望没怀孕啊，同学们啊，因为实在是小猫不好管，这小猫啊。我跟你说，俺家这个俺家花卷的生完孩子之后，给我挠了好几个口子，就身上给我挠好几个口子。包子说，我只是正常操作。你最近干啥了，包子？啊，我发现最近包子火有点大呀。包子，你是不是最近有点火大？来，老给你拜拜火，来，过来来，我给你拜拜火，给包子擦擦眼睛啊，家人们，给包子擦擦眼睛。啊，小猫可以卖呀，但咱都没卖呀，家人们啊！我还欠静文姐一个猫呢。静文姐来不来？静文姐来不来？还有火腿肠吗？有火腿肠，家人们有火腿肠啊！欢迎大家伙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家人们啊！咱们没看着公屏的家人们啊，就是三兄弟吧，直播的时候就是那啥啊，就是想说啥说啥，老铁们想说啥说啥。啊，你们想买火腿肠呢？火腿肠在咱下方小黄车，这是第12个链接，15.8一包，买三包，送一包，15.8一包，买三包送一包。啊，不许动，我给你拜拜火。包子就是老实，我跟你说，包子老实，你揍他都不得反抗呢。因为换别的猫就挠你了，我跟你说，真的，家人们，你看，包子，换别的包蛋呢，就挠你了，但包子不能啊、嗯，包子不能挠，包子就眼睛有点上火，家人们，他眼睛有点眼吃，嗯，轻点儿。火腿肠几号车优惠吗？现在就是优惠价呀，现在就优惠价呀，15.8一包啊，买三包送一包啊。Seven 怎么又吵吵了呢 ？Seven， 你又跟谁吵吵呢 ？Seven， 我看你又跟谁吵吵呢？又跟小牛蛋子吵吵呢？啊？你看这小明蛋在这待得多好啊，明蛋蛋蛋，你赶紧吃吧。哎，家人们，我就想知道一件事哈，家人们，我就想知道一件事，你说小明，你说为什么别的狗跟小明抢东西，小明为什么咬别的狗呢？啊？你咱别吵吵，我都给你好吃的了。家人们说为什么呢？
你别的狗如果把脑瓜烂不把那个脑瓜蛋子如果要伸进它那个狗窝里头家们小牛蛋就不愿意了就咬人家。你看同样都是脑瓜蛋子我把脑瓜蛋子伸进小牛窝里头小牛就不咬我。啊是不是家们是不是小牛蛋子指定明白他指定明白他知道啥玩意儿能咬啥玩意儿不能咬。是不是家们啊你看我把这个脑瓜子我伸到这里边来。小牛蛋就不咬我但小牛蛋还是比较听话的家们啊要说家们狗是忠诚啊狗是忠诚呢、啊、猫是奸臣呢、啊、狗是大忠臣呢、啊、是不是啊认主人很聪明他知道啥玩意能咬啥玩意不能咬啊他知道哪个脑瓜蛋的能咬哪个脑瓜蛋的不能咬他知道啊咱是不是好长时间不玩蒙眼找零食了家们是不是好长时间不玩那个蒙眼找零食今天玩蒙眼找零食吧行不行家们行的话大家伙打个行蒙眼找零食家们掐实的。买火腿肠已经回过很多次了是不是家们很多天没玩蒙眼找零食了啊来各就各位准备好的今天晚上咱们玩游戏啊。蒙眼找零食也非常挑战啊家们非常非常有挑战性。啊这么着家们我先把我这个镜头三样你别吵吵家们我先把这个镜头什么玩意儿脑瓜赖子赖子脑瓜赖子是什么玩意儿赖子脑瓜赖子是什么玩意儿我等会儿家们啊我把这个镜头停留在小迷糊的房间啊。当我发现失去了温柔只怕以后不会再拥有顷刻只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诉说爱的理由什么玩意儿牛蛋子家里什么玩意儿这是哎磨牙棒呢啊、哦、那儿行了别吵吵了玩游戏了过来明白过来给好吃的来过来来当我发现失去了温柔只怕以后不会再拥有迷糊可爱小迷糊修身小迷糊身材修长笔直啊、嗯、咱们今晚蒙眼找零食啊家们咱们先给俺们家花卷子啊包子来先给包子奖励一个小零食啊包子想吃好吃的了大包子想吃好吃的给嗯、哦、我现在包蛋子挑食呢啊我以为包蛋挑食呢呀磨牙棒好了不吃了谁也不吃了来老大也不吃了来快来咱玩游戏来玩游戏集合了快来福建回家快来集合了快
在扶着来，过来，来进来，这里头，老师出来，火腿肠15.8一包，买三包送一包啊，家吗？咱们家火腿肠猫狗都能吃，含肉量60%，家们60%的含肉量啊，猫咪狗狗都能吃，而且都喜欢吃，不吃包退啊，家们不吃包退，小牛蛋子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小牛蛋，牛蛋子，牛蛋子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家们他的家里头已经空空如也了，都被别的狗蛋子给搬空了。 Seven 呢，你看他怎么知道自己拿零食吃呢？那怎么就知道自己拿零食吃呢 Seven 啊？哎呀妈 Seven 这身上味儿真香，我天哪，真好闻啊！欢迎大家伙啊，家人们，这个火腿肠15.8一包，买三包送一包啊。Seven 来，过来，咱摸眼摸眼找人吃。先让 Seven， 先让谁找家吗？先让老大找吧，行吗？咱们先让老大找啊。来，老司机，老司机来，哎，好啊。三进来，进去，三进去。哎，你看多聪明，你看狗蛋多聪明。啊，老大出来来，在直播间呀，家们，咱必须得热闹啊！直播间必须得热闹，你不热闹没有意思啊！好，得掐点儿吧，是不是？得掐时，我还能不能掐时？我看手机，嗯，还行。这么的，咱也别掐时了，兄弟们。咱被掐实了，咱就看谁能找着。咱把这个东西不放在地下了，家们啊，这东西不放在地下了啊。我把这个东西我放在什么地方了，家们啊？咱放在一个不好找的地方。来，老大来，老大过来。我发现失去了温柔。老爷又把孩子关起来了。关起来是为了玩游戏，老铁们啊，咱们是为了玩游戏，是为了更好的玩儿，知道吧？把狗蛋子关起来是为了更好的玩儿，嗯。来，过来，老座，来。蒙眼找零食，我这回把零食放在高地方，老铁们，我放在高地上，看他们能不能闻到啊？好。当我发现失去了温柔，从那以后不会再温柔。今刻只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诉说爱的理由。毒虾，别家狗蛋他也不会啊！这个游戏，来，
能找着就算赢，老铁们，能找着就算赢啊！等会儿不许动，等会儿不许动，老大，不许动！我要把这个零食放到什么地方呢？家人们，我要把这个零食，我放在啊，家人们，我给它藏一个地方，家人们，我给它放这块儿。啊，咱看狗蛋蛋能不能找着，老铁们啊，我给它藏这里头，咱看狗蛋蛋到底能不能找着，老铁们，狗是闭着眼睛的啊，它啥也看不见，咱家老大蛋蛋啥也看不见，我就藏在这个地方，啊，没闻呢，没闻呢，没事，我手里还有一个，让咱闻一闻，啊，老大闻一下子，这一闻呢，老大鼻子里面有深刻的记忆了，行了吧，操你哥的，你。你能不能不叫唤了？啊！我翘了你，你不许叫。下一个就是你。这狗蛋蛋怎么那么没有？这狗蛋蛋怎么那么着急呢？我发现你这狗蛋子啊！一。狗蛋蛋好像有病，别撞墙啊，老大！哎呀，我靠，你看撞墙了，别撞墙，老大！老大加油，能找着就算赢。今天所有找着都奖励，哎呀，我的妈呀，又撞头了！奖励的所有的狗蛋都奖励个罐头吃，啊，只要能找着就行，找不着不给奖励啊！别撞头，老大啊！地毯式搜索，地毯式搜索，咱就看哪个狗蛋的鼻子好啊！哪个狗蛋的鼻子好呢？别撞墙，老大，别撞墙！哎呀，我的妈呀，又撞鼻子了！啊，前面有墙，老大，前面有墙，注意了，别撞墙！哎，好，哎，搜一搜搁哪儿呢？老大，搜一搜在哪儿呢？哎呀，我头撞头了，又撞头了，那脑瓜子撞蒙圈了，一会儿，再搜一搜了，搜一搜在哪儿呢？不能打扰他啊！一。二三来搜，家人们，我数三，我数三是为了给老大动力，家人们知道吧？啊，刚才我数三是为了给他动力啊！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直播间。我家狗护食怎么办？护食的话，你他护食，你比他还护食，老铁，你知道吧？你比他还凶，他凶你，你就凶他，知道吧？完了，老大找着了，找着了，鼻子啊，家人们，咱看，纯属靠嗅觉啊，纯纯的靠嗅觉。啊，看老大到底能不能找着？现在啥也看不见，老铁们，我们家老大现在处于一个啥也看不见的一个状态，家人们，他能，家人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家人们啊，狗能看见什么东西是人决定的，家人们，你知道这话谁说的吗？老铁们啊，狗能不能看见是人决定的啊，家人们啊，看不着，老大现在眼睛已经被蒙上了。啊，他能不能找着东西是他决定的，他能不能看见那是咱决定的。来，我的妈呀，上沙发了，我的妈呀，家人们，你瞅瞅，是不是？或者说他了，我一下吃了五根，非常好吃啊！感谢上海产科张教授啊，感谢张教授啊，张教授，我觉得你应该进那个精神病科。张教授，你是不是下个月就调离了？调离产科了，张教授，啊，张教授下个月就调离产科了，上那个精神病科了，啊，欢迎张教授来到咱们家直播间，啊，太厉害了，家人们啊，老大找着了，家人们，老大找着了，咱要给老大晚上一会儿给老大讲了一个罐头吃，家人们，因为今天我说了，谁能找着就行，家人们，咱不比时间长短，能找着就有好吃的。啊，家人们，能找着就有好吃的。来，下一位选手，下一位选手，下一位谁呢？家人们，下一位谁？小迷糊蛋子不是一直在那叫唤吗？家人们，他一直在给我叫板。小迷糊蛋子一直叫板。啊，老大进来，老大来，老大进来。小迷糊蛋子，我跟你说，你找不着，你给我出来，迷糊蛋子。我跟你说，迷糊蛋子，你今天你找不着，我告诉你，我啥也不给你吃，我还得揍你一顿。啊！
我没藏呢，你扫啥呢？踩点呢？你看牛蛋踩点呢，你这狗蛋的可聪明了，家人们，这狗蛋谁也糊弄，谁也糊弄不了他。啊？牛肉条还有吗？家人们，你说哪个条？就我刚才给狗蛋的吃那个牛肉条吗？啊，给俺家狗吃牛肉条，家人们，啪一发两袋，啪一发两袋，在咱们家下方小黄车，这个是第67号链接，家人们，第67号链接有片的有条的牛肉条，这个家人们就我这个，啪一发两袋，狗蛋的嘎嘎喜欢吃，家人们，含肉量75%，做好了，咪咕来，做好了，小牛蛋的不叫板吗，老铁们，是不是？来，小牛蛋的不有实力吗？我看小牛蛋有没有实力，来，啊，小牛蛋给我坐这来。有多少？我感觉小牛蛋的指定找不着，小牛蛋指定找不着了，你坐好了来。就你要能找着吧，小牛蛋，就你家人，你要能找着，我也能找着。我操你！啊，你怎么了？牛花啊，不能看啊，不许偷摸看。我操！我跳了，这样可不行啊！牛蛋这样可不行啊！那不纯纯的海盗吗？牛花。啊！哎呀，这是什么举动？戴反了，没戴反。嗯。等会儿啊，等会儿，听听，我重新给他整一下子去啊！不能走，别来了，不能走。牛蛋子啊，咱玩没玩当回闹啊，没找到不太急眼的啊，牛瓜知不知道啊？啊，咱有点深沉啊，牛瓜有点深沉，没找到的话不太急眼的啊，小牛瓜行不行啊？啊，好，不许动啊，咱们看看小牛蛋子有没有这个实力了啊，我给他藏起来，不许动牛瓜啊，不许动，好、啊。家人们，我还把那东西藏在了刚才那个地方啊，看不上，我给你们看一下吧啊，老铁们，刚才那个零食我还给藏在了这个地方，具体小牛蛋能不能找着，咱就看小牛蛋的自己的，老铁们啊，来，小牛蛋的听好口令，一、二、三，小牛蛋正在排雷啊，正在搜索，小牛蛋正在搜索啊，他到底能不能找着呢？家人们，小牛蛋到底能不能找着呢？啊，搜，牛蛋搜，在哪儿呢？牛蛋子，搜，牛蛋搜。哎呀，小牛蛋子，我操，不算，牛蛙，你怎么玩赖呢？啊！牛回来！给我坐这儿来，坐这儿不算。什么玩意儿？我发现你小牛蛋子，给我坐这儿。不行，他看见了啊，家人们，看见了不算，给我坐这儿来，我得重修一下子。你怎么看见的？不知道明白你怎么看见的？不知道，不算。回到，完了，这次坏了。
该看不见啊，该看不见了啊。我觉得没有必要给他换位置，家人们。我觉得小牛蛋子他指定是没有那么强的记忆力，他指定没有那么强的记忆力，老铁们，指定是没有。好，来，预备，一、二、三。嗯，蒙圈了，方向感找不着了。嗯，啊，哪边东迷糊？一、二、三。哎呀，我操！哎呀，疼不疼？哎呀，我说的你怎么蒙圈了呢？迷糊，小迷糊，你怎么还转向了呢？这狗蛋子，哎呀，这疼坏了！哎，这个迷糊蛋疼坏了，这怎么还转向了呢？迷糊，啊，找不着北了，啊，三，哎呦，我是又撞墙了，在哪儿呢？迷糊在哪儿呢？找了，找了方向了啊！他找到方向了，他摸着跑步机了，看着家吗？他摸着跑步机了，他车在哪儿了？小苗蛋呢？有思维。有思维逻辑，别撞墙！哎呦我靠！你看我说啥了？我说啥了？别撞墙！明我老爷在这，老爷蛋子，我老爷蛋子，你看，哎呦我又撞鼻子了，又撞鼻子了啊！加油，明我，找了就给好吃的啊！找着了啊，家人们，这纯自己找着的啊，这纯自己找着的啊。小明大太不容易了，哎，给小明大揉一揉，这个算是坏了，这个，哎，不是，这个，不是坏了，小石头还能用，小石头蛋子还能用。哎，小迷糊，迷糊，哎呀，迷糊，迷糊，咋的，撞头了，头疼啊，小明大，哎呦，说，哎呦妈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疼！疼啊！哎呀，我的妈呀，撞头了！真他妈疼啊！疼不疼，明花？哎妈，头疼！刚才撞头撞的，谁看着家吗？小牛蛋子刚才撞头了，谁看见了？哎呀妈，头疼啊！撞个大包！哎呀，他这疼啥样？这疼啥样？这疼啥样？啊！我看看，牛蛋，我看头，起没起个大包？啊，撞头了，没事吧，迷糊，行吧。下一位，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家人们都看见了，他没看见，家人们，第二回他没看见，第一回看见了，家人们，第一回我承认他看见了，但是他没算，知道家人们，第二回他的确是没看着，是不是，家人们？是的话打是，对不对？小牛蛋的第二回都转向了，家人们，小牛蛋的第二回都转向了，纯属凭自己的记忆力才找着这个肉干的，纯属凭自己记忆力，知道吧，家人们？他都转向了，他肯定不知道肉干在哪放着呢，知道？你以为小明蛋像我那么聪明呢，家人们？你以为小明蛋像我似的啊？你以为我像狗似的呢？啊？是不是？行，明蛋一会儿来奖励罐头吃，一会儿都有份儿，咱们一会儿都有份儿啊！接下来咱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有请下一位选手啊！有请我们家小石榴蛋子闪亮登场。来，明蛋，明蛋进去，明蛋子，明蛋进去，明蛋进，明蛋，明蛋进，三个，三不行，这个头套你用不了，进去，石榴，石榴出来，石榴，石榴出来，好，小石榴也是一，小石榴也有两把刷子，老铁们，不要看小看人家小石榴蛋子啊，家人们，小石榴蛋也有两把刷子。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家人们，咱们点点亮啊，咱们点点亮。有想买苹果梨的家人们啊，苹果梨特别好吃，38.8，给大伙发9斤苹果梨，同学们，38.89斤苹果梨啊，苹果梨脆好吃，水分大啊，石头来过来，石头来，
苹果梨，两个今天拍，明天发货啊！司令，坐好了，坐好了，坐。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好，不知道。别动啊！这个零食，吉米，哎，好吃是吧？好吃就行。小牛大人已经走过了啊，你别没完没了的走。啊，小牛大子，你让别的狗也参与点吧。别动。老四没走是吧？咱们是不是老四没参与了？是不是？我四哥还没出来玩呢，是吧？别着急，我讲啊，下一位就是我四哥。不对，下一位咱邀请 Seven 家长啊，让 Seven 先来。Seven 来完之后，咱要邀请老四来啊，家长，让 Seven 先来啊。对吧？你让三，你让老四来，老四脑瓜子。我还把这个肉干我藏在刚才那个地方。Seven 没找 ，Seven 他肯定能找着，家人们 ，Seven 指定能找着。不算时间，不好评第一名，不用评第一名，家人们，因为今天不管找，只要能找着就行，家人们。今天只要能找着就是第一名，知道吧？能找着就有肉干，能找着的话，咱们晚上就有罐头吃啊，给他们。别动啊！还放在这地方，家人们，还放在这儿啊！石头过来，石头来，过来，来，石头来，石头来，石头来啊！好，好，坐好了，石头，看不见啊！一、二、三，哎我操，完了，撞头了，撞头了，头疼，慢点，石头。叮刚一下子，哎呦我操，加油石榴，加油，啥也看不见啊，家们，他啥也看不见啊，啥也看不见，目前为止啥也看不见啊，他只是靠嗅觉，俺家小石头蛋呢就是靠嗅觉啊，啥也看不见啊，看着能找着什么东西，别撞墙，别撞墙，石榴，这边啥也没有，不要蒙眼，你不蒙眼睛那玩意啥，那不你不蒙眼那不纯傻狗玩的游戏吗，是不是家们，不蒙眼睛那什么狗玩意，那不纯傻狗吗，你蒙眼睛才能知道这狗聪不聪明的，家们，咱俩狗都聪明的狗啊，家们，咱俩狗全是聪明的狗啊，必须蒙眼睛，家们，必须蒙眼睛啊，哎，搜搜搜搜搜，哎呦我操，完了完了，又撞头了，别吵吵，别吵吵，又撞头了，哎呀撞迷糊了，蒙圈了，哎呀又撞了，又撞了，这怎么事儿呢，怎么事儿，怎么整的，这是墙，小石头蛋的龟今晚找不着了，这往哪找呢，这是上沙发，石榴上沙发，蛋子石榴上沙发，上，石榴上沙发，上，哎，对了，上，
这狗蛋咋这么犟呢？我能骗你啊？撞！哎呦，又撞墙了！哎，你看看，哎呀，我他妈这脑瓜撞傻了吗？这不是？咱们你看了啊，咱俩狗蛋子哈，这宁可撞墙，他们也玩，知道吧？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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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了！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哎，我的，哎，我翘了，我翘了，我翘了，着了。找了找了找了啊，家人们，这纯看不见啊，这脑瓜纯看不见啊，老铁们看着吗？脑瓜给小石头蛋子转蒙圈了，老铁们，俺家小石头蛋子脑瓜都转蒙圈了，啊，这给毛孩子撞的呀，这脑瓜都撞大了，啊，厉害吧，家人们，是不是？家人们，即使他们蒙眼睛，他们也能找到零食，是不是，家人们？即使他们蒙眼睛，他们也会玩，知道吧？哎，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家们，咱们点点亮。接下来，家们，有请我四哥，撞的脑瓜蒙圈，嗡嗡的。家们，老四不一定能找着。没有了，石榴，还往里面钻啥呀？里头有啥呀？啊，石榴今天晚上奖励罐头吃，俺家小石榴蛋子晚上也奖励给罐头吃啊。好，走吧。接下来欢迎我们家老四蛋子闪亮登场，老四啊，石榴姐啊，石榴姐，你吵吵啥啊？你们吵吵啥啊？来，石榴上这里来，上这里来，进。哎呀，老四上啊，有老四。老四脑瓜大，塞完脑瓜小，看见吗？知道吧？来，看我四哥能不能找着啊？家门又想买苹果梨的，苹果梨38.89块九斤，老铁们，38.89斤啊！老铁想买苹果梨的，咱家苹果梨老铁们特别好，苹果梨啊，都是咱们自己摘的，老铁们啊。咱们东北特产苹果梨，想买苹果梨的好朋友，长得像个大苹果似的，看见没？看苹果梨啊啊，长得像苹果似的，它其实是梨，老铁们啊，嘎嘎甜，嘎好吃，老铁们，今天拍，明天发货啊，家们，水分嘎嘎大啊，水分嘎嘎大，有想买苹果梨的好朋友们啊，咱们可以拍的啊，这个苹果梨老好了啊，水分老大了，家们回家就吃吧，咱这果虽然不好看啊，老铁们啊。果虽然不好看，但是梨是真好吃啊！嗯，哎，哎呀，真凉快！九斤，来来来，四哥别耽误时间啊！我说完，我跟这几个狗蛋一人分一口啊！啊，嗯，哎呦好。石榴蛋来，哟，这个苹果梨嘎好吃，家们啊，38.89斤，老爷大梨咋发货？38.89斤，九斤大概14-15个果，是吧？九斤大概14-15个，老铁们啊，好了，这个座来，这个请坐啊。拍一单加急，明天就能发货了，老铁们，明天一早上就能发货啊！别着急，老铁们，
好吃。这个梨它虽然不太好看了，老铁们啊，它不像那个皇冠梨、水晶梨似的，家们啊，长得那么白硬，知道不，家们？啊，来，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四个脑瓜太大了，好家伙！啊，四个用完的东西，三个还没用，因为三个脑袋小。这玩意儿往小的改好改，往大的改不好改。啊，看到吗？往底下一勒，就看不见了。回到，老师回到。四哥闻一下零食，哎，我怎么把什么东西咬坏了呢？感觉小子又坏又疼呢。三三，老四来，老四来，老四来，老坐起来，闻一下子啊，好 ，OK，OK，、OK, OK、不许动啊，老四啊。我还藏着这个地方，好，还藏着地方啊，不许动。哎 ，Simon 刚才找没找 ？Simon 没找呢吧？是吧？第一个老大找的，对不对？啊，四哥准备好了吗？哎，眼睛看不见吧？一三，着急了，四哥着急了。四哥松撞墙，哎呀我靠，疼吧？这怎么今天狗蛋子怎么都撞墙呢？今天这帮狗蛋子怎么都撞墙呢？今天怎么整的？怎么事儿？哎呦我靠！扯淡，你在这给我拉。老师让我瞅瞅到哪儿了，我到哪儿了，这是在哪儿，四哥闻一闻在哪儿呢？那是抽屉，老爷能放抽屉里呀、啊、哎呀我靠，又撞头了。老师你那里头有味儿，你都进去好几回了，你把他领过去，领过去还领过去，领过去表现不出来老师的聪明，家人们啊，必须让他自己走，必须让他自己走啊，家人们，我们家狗大的不需要别人领。哎，老师老师，你是不是有点玩赖了啊？你是不是有点玩赖了？老师你要当海盗啊？你是不是耍赖了你老师啊？过来过来，重新来重新来，过来坐这来。
那什么玩意儿，老师你给我玩来，老师过来，老师过来，老师来玩来了啊，不行你必须得找着老师啊，找不着今天没有零食吃，老师快点来。老师来，老师来，老师你必须得找着，是的，你不找着没有好吃的啊，你寻思啥呢，老师后果多严重啊，啊那别人吃你点丑啊，你点看吧，老师啊，别人吃你点看吧，老师啊，那能行吗，老师啊，老爷都过意不去啊，好好找啊，老师你就让你挠坏了，这么让你挠坏了，老师啊，你老爷最心疼你，老师老爷再给你个机会啊，你可让老爷省点心啊，老师啊，让老爷省点心啊，好四哥啊，我怎么感觉老师今晚好像找不着呢，家人们啊，苹果梨拍一发九斤，老铁们啊，38.89斤苹果梨啊，38.89斤苹果梨，有想买梨的好朋友们啊，咱们可以拍的啊，各就各位三。好吃是不是，家们撞，你看看我说的吧，我都说多少回，老师我说撞的时候你们别往上撞，老师这鼻子也不行啊，哎，老师你这鼻子也不行啊，找着了，找着了，四哥上上上，老师上，哎，撞，哎，操你玩急眼了，我翘了，操绊倒，差点把我四哥绊倒，哎呦我靠，又撞墙撞头了啊，家人们听啊，他完全看不见，他敢走，他敢，哎我操，我翘了，你怎么又玩赖呢，老师啊，啊不玩了，我翘了，你给我坐起来，能好好的吧，老师啊，能不能好好玩啊，你干啥呀四哥呀，啊能好好玩不你啊，行不行了，老师啊，干啥呢你，老师啊，这玩个游戏咋这么费劲呢，老师我从来没看你这么费劲过，你说老爷晚上能给你零食吃吗，老师我能给你整罐子吃吗，啊是不是，不给吃，都给过你一次机会了，老师下一位选手不给老师吃的啊，口罩都干掉了，找不着也不带急眼的呀，我看看有那么难吗，哭啥，你哭啥呀，那让你玩游戏给你找奖励好吃你哭啥呀，有啥委屈的，你委屈啥，有啥不高兴的，你还有理了，老师让你玩游戏你还有理了，这狗蛋子一点不听话，这狗蛋子
有请下一位选手，你回去吧 out， 老四 out 啊，输了输了，回去吧，自己有点数啊，自己有点数，老四啊，回去吧啊。哎呀气死我了，家人们，年苞米啪一发八磅，家人们，咱们家年苞米啪一发八磅，老好了，东北年苞米嘎嘎好吃，你们想吃黏玉米黏的啊，又甜又黏的黏苞米，家人们，咱可以拍的黏苞米啊，29.98八磅，多少克，家人们，将近是270克啊，家人们，将近270克啊，只需29.9啊，好了，过来吧，回去吧，老四啊，可别说老四了，你说家人们，你说晚上给老四奖励罐头吗？给奖励罐头吗？给不给罐头啊？罐头给不给吃罐头？我都给你两次机会了，你不会，老师不把握机会，不给吃。有请下一位，粘玉米啪一发八棒，家们啊，四个回家。三个出来，来，老四回去进去。你看小石头家们啊，你看小石头完全坐在老大身上，你看家们，小石头担子进去，老四来，你进去，来，进去，老四。我跟你说家们啊，我们家这帮狗担子谁最聪明？唯独小石头担子最聪明，老铁们看着啊，唯独小石头担子最聪明。为什么小石头担子聪明的家们？因为小石头担子他会把屁股坐在别的狗子身上，老铁们，看不着。因为他嫌乎外面凉啊，他嫌外面凉啊，你看见没，看了吗，看不着小石头，他就喜欢把屁股坐在别的狗子身上啊，好玩，关系好。来接着三问啊，三问出来，来，我在里面坐好了，三出来，绝活逮谁错谁，那别忘了不锈钢的嘎凉嘎凉，放那个毯子上去不行吗？放毯子上去行是行，家们，他们给你拆，这家们不是不行，他们给你拆了，他 你有多少毯子能往上放的，家们，除非往上放木板子，他们拆，你看家们，这都给你拆了，这都给你咬坏它。小石榴可能不拆，但老四大狗拆，小猕猴大的也拆，这帮大狗都拆，不是不能放，老铁们，以前也不是没放过，那沙发蛋子都给你拆坏它，家人们，你说更何况家里的狗窝了，对呀、啊，它弄不好还得吃着它，把那个棉花套子都咽肚了，知道吗，家人们？所以也不是说不给他整那玩意儿啊，是那太危险了，吃肚里了都。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大 seven 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欢迎我们啊可爱的大 seven， seven 应该能找着啊，老铁们 ，seven 不玩了啊，小牛小浑球蛋就不让浑球玩了，知道吗？啊，因为浑球不玩，浑球不玩了，浑球带都带不住。如果想让浑球玩的话，家人们，咱们只能把这个。咱如果想让虎妞玩的话，咱们就必须把虎妞脑瓜上全缠满胶带，啊，家们，缠满胶带才能玩，要不虎妞指定玩不了。啊，你等咱们啊。我们家三爷的身上那味儿真好闻啊！给你的一直很爱情，来交换你的欢喜，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们的爱情。不懂啊，看不见我的吧，来，看不见啊，来，好，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对对对，
好，三月你看，看到三月玩的游戏厉害，毛孩子身上可热乎了。啊，我给三月闻一下啊，三月闻一闻这个，闻一闻。三月怕鼻子可好使了。啊，三月怕鼻子可好使。呀，老四没找着。预备，三，三文更灵活，三文更灵活，三文其实找得快。腐妞怀孕了吗？腐妞现在不知道呢，家人们。刚才腐妞突然之间流那种深颜色的血，但不是鲜血啊，家人们，不是鲜血啊，她刚才流的比较浓的呢，就是浓黑浓黑那样的血啊，不知道因为啥，老铁们。哪个的叫小牛蛋的叫唤呗？一会儿们给小牛蛋一个那什么，又给小牛蛋一个大飞脚，啊，家人们别生气了，家人们啊。咱在做直播间别生气了啊，一会给小牛蛋一个飞脚啊。呀，三文这怎么看见了呢？不行，来，看不见了啊。那个梨看多大，大果小果都有，家们啊，咱家大果小果都，哎呦我操，大果小果都有啊，基本就是 7.5 厘米左右的 ,7.5 厘米以上，老铁们大果小果都有啊，家们，但基本都 7.5 厘米以上啊，大果为主小果配重，老铁们，大果为主小果配重啊，我等会儿给你看一下子，好吧。男人的爱情，搜啊塞文搜啊，这怎么找不着了呢？塞文压轴出场，我以为塞文大的找最快呢。完了，差点绊倒，你看这。靠，完全靠嗅觉，家们，他完全靠嗅觉，啥也看不见。嗯，他们因为找这个零食没少撞墙。啊，多少钱卖卖？猫不卖，家们没有猫了，猫没有了。小迷糊玩完了，小迷糊玩了，小迷糊，小迷糊也找着了。三，啊，你看又撞墙了，三，你慢点儿，那鼻子撞坏了都。谁唱歌呢？你这三能找着吗？能找着，找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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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找着了，找着了。找了啊，大三文找着了，大三文，啊，三文可听话了，三文找着了，嗯，其实三文不护食，老铁们，啊，你就一开始你就摸三文，其实三文不护食。我们的爱情是不是？啊，三文可真乖呀，三文可真听话，啊，因为刚才三文没护食。家人们，因为刚才俺家三文没护食，所以他老爷大呢整得非常高兴。老铁们，我给三文大呢讲了一个好吃的，老铁们啊，哎，好，三文啊，因为三文没护食啊，好宝，三文可听话了啊，可不能护食，可不能跟小牛大呢学呀，啊，三文，咱不能跟小牛大呢学啊，好宝，嗯，出来吧，出来吧，都出来吧，都出来吧。
我给你看，给你看苹果梨多大啊，家人们。苹果梨是多大的？嗯。老大呀，老大第一个玩的，老大最快，我感觉是不是老大今晚最快，老铁们？啊？咱们你们搜这个梨，大梨小梨都有，看见吗？这梨将近就十厘米大，它外观不好看，但是里边老好了，家人们，啊，看见吗？这梨大果小果都有，你看啊，大果中果啊，家人们没有特别小的果，这像这样梨正好，老铁，这梨是正好好吃，知道吗？我给你吃个大的啊，老铁们，我洗个大的，你看这个梨。苹果梨，老铁们，苹果梨长得像个大苹果啊，38.89斤，家人们，38.89斤。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啊，这梨真丑，是不是家人们？说不好看，但是阳光底在光底下光照地方底光照底下就好了，是不是家人们？看这块显得是不是好看，是不是？啊，阳光足的地方就好了，啊！老大今天最快，俺家老大今天最快，第一个玩的。虎妞没玩啊，家伙们，虎妞他们今天没玩，这虎妞也不愿意玩游戏。再一个，虎妞怀孕了，跟虎妞怀孕也是有原因的。感谢我姐，你知道吗？洗完之后好不好看？这里洗完好不好看，家伙们啊？感谢我姐啊，家妈给我姐点关注啊，一号麦万万干爹啊啊，这梨给你咬开啊，你看哪块不好的，天没有不好的地方，它就是不好看，知道家妈啊，嘎嘎水灵，嗯，哎呀，这里边嘎嘎好啊，家人们啊，你看里边好看吧？啊，哎呀，就跟喝那个雪梨汁似的。好呀，福妞，福妞，甜，嗯，嘎嘎甜。小明呢？明蛋子，明蛋子，小明啊，小明跑哪去了？明蛋家里指定有东西。好，你个咬坏了，你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啊，石榴，石榴，石榴一个7。好的，
哎呀，哎，我就发现这个梨可凉了啊！我发现这梨可凉了，这梨。嗯，看我们这个小牛蛋一个胶带给我咬坏了，我每天玩游戏我都得用这个胶带呢。这老爷当的新买的胶带。这狗蛋真气人呢！哎呦我的妈呀，我真是拿你没招没招的，小明啊，那你他妈一点招都没有，我都服了。这咱家怎么会有这种狗蛋子呢？哎呦我的妈呀！啊！那咱家怎么会有这种狗蛋子呢？这玩意儿能吃也行啊，能吃吗？哎呀我的妈呀，迷糊啊，我求求你了，你可别拆我的胶带了。怎么才能把这个胶带给抢过来呢？反间计！你们看这后面啥？你看后面啥？你看后面什么玩意儿？声东击西啊，老铁们啊！小明，你看后面什么玩意儿？你看看，小明看看，看。明白哈，一二，哎呦我操，哎呦我翘了，你过来，再给你一个，再给你一个啊。吃的，你给我拿来！操你个父子！几号妞宝去妞宝检查呀？检查的话，还有一个星期吧。现在看不出来怀孕了呀！现在看不出来怀孕了，只能说一个星期左右吧。因为现在是刚完事之后第十五天，知道吗？怎么也得二十多天才能检查，才能检查出来。啊，我觉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哎呀，啊，应该像是好像是已经怀孕了。啊，迷糊是个艺术家，咱没关系。能不能行了？能不能行了？能不能拿来？咬坏了！你玩。
能去，伏牛不能剧烈运动啊，他不能剧烈运动。哎呀，怎么的？我胶带刚买的，不是我非得想跟他抢那个胶带，家伙啊，这胶带是新买的。牛来，一。一个胶带，一个胶带挺老贵的，这一个胶带十块钱呢，啊，一个胶带十块钱呢，那他也不能吃，非得要去玩儿。我刚才我忘了胶带放哪儿了，拿来，明白？你往那边拿，往外拿点。行，你们起来，都起来，一会儿来。吓我一跳！你看他虎不虎？你看他虎不虎？谁敢跟他玩？你小牛蛋这样小狗，谁敢跟他玩吧？家伙，谁也不敢跟他玩。我告诉你，谁也不敢跟他玩。还行，叫他没咬坏，看到吗？啊，嗯。再拿，你再拿一下子，你再拿。我跟你说，我一撇地，他必拿；我一扔着，他必拿，信不信？我一扔着，他必拿走。我不扔了，我不跟你玩儿。啊！哎，放高一点，我再放高一点。带闪用品不用姐，现在还不知道腐妞怀没怀孕。我看腐妞来，我看腐妞啊，腐妞今天吧，她一这流分泌物了，我不知道因为啥流的。你们起来，来我看看，看到吗？哎，感觉肚子好像是大了，好像是有点大了啊。但是现在的话，现在断定的话，还是为时尚早，老铁们。啊，现在还断定不出来，啊，因为他这几个扣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他这几个扣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怀了是不是运动过量了呀？嗯，我也不知道，流出分泌物最好检查一下子，流出分泌物最好检查哪项呢？你检查什么都不到时候啊，他检查什么都不到时候，你检查 B 超、彩超，现在基本上都看不出来。扣字还没红，扣子还没红。现在就是你检查什么的话，他现在都还早。彩超的话也啥也看不出来，咱只能说给他验个血。我觉得现在带腐妞上医院的话，我觉得上医院带腐妞来说是个刺激，你们觉得人家们？啊？是不是？因为小腐妞知道上医院之后吧，家们，他知道上医院之后呢，小牛大小就腐妞一上医院就看着，一看着医院，一闻着医院那个味儿，他就开始紧张，无比的紧张，就吓得直尿尿那种感觉，知道就给吓尿那种感觉，知道吧？我觉得咱要带腐妞上医院的话，容易给他家们就是容易造成流产之类的，能不能？你们说家们就容易吓着，不能受惊，说家们啊。不要检查太早，是不是吗？啊，你要说怀孕的话，二十几天了，或者马上就要生的时候，家人们，咱尽量要等到腐妞马上生的时候，咱们去做检查去。你说是不是，家人们？我觉着你要是太早的话，腐妞容易吓着，她容易怎么的？她容易流产一下子，知道吗？由于过度紧张，啊，除非怎么事，家人们，把眼睛给她蒙上的，
把眼睛蒙上也不行啊，你把眼睛给他蒙上，他更害怕了，家们，他能闻着医院那个味儿。上医院都吓尿了，上次上医院都给吓尿了，家们，上次上医院，啊，你们看腹中线上怀了吗，家们，看这肚子，啊，看看，让腹中上看看呢，向腹中上看呢，看上有没有，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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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抚妞玩多开心啊，那抚妞玩多开心，抚妞啊，这抚妞那块毛让老四给咬的啊，应该有了，好像怀了，哪有那么快呀，怀了的话现在也看不出来，但只能等了，老铁们，只能等了啊，现在带腹中检查的话，除非把仪器拿出来啊，除非在哪家给腹中把血给他抽好的，知道吧，在家里头就给腹中抽血，知道吧，咱自己抽啊，那还差不多，你要带他上医院的话真容易吓着他，嗯，应该是怀孕了，是不是，哎，怀几个无所谓，老铁们，健康就好，健康就好啊，怀几个无所谓啊，一个两个的，其实腐妞这么大的体格子吧，也就怀个一个两个的，多了也怀不上啊，多了也怀不上，别细应激了，就坏事了，腐妞怕医院啊，对呀，他怕，小腐妞到医院他都小腐妞到医院腿都麻了，知道吧，小腐妞到医院的话直接身子就背过去了，小腐妞身子直接背过去了，知道吧，他都不让你进，他都不进去，你们见过腐妞上医院吗，身子直接背过去了，怎么拽都不好使啊，应激就麻烦了，你说狗能应激吗，狗能应激吗，家们，狗说不，基本不能应激，像是儿子，哎，姑娘儿子都行啊，家们啊，腐妞生的姑娘还是儿子都行啊，咋都行啊，家们，只要腐妞生的孩子就行，只要是俺家腐妞蛋的生的孩子就行，啥都行啊，做了人工了应该能，哎呀，现在配一下，你现在配有啥用啊，你现在配有啥用啊，没有用啊，老铁，因为腐妞已经，他已经排完卵了，他与卵早就排完了，你现在配等于零啊，纯属娱乐，老铁啊，一点用没有，还给我四个，还给我四个蛋的累够呛啊，一丁点用处都没有，家人们啊，家人们直接约等于零啊，纯纯的等于零，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我今天晚上说好了一直给讲那个罐头吃，是不是啊，来交换你无味的欢喜，怎么怎样的妞我们都爱，滴滴滴滴滴滴，哎呦我的妈呀，等会儿刷盆啊，刷盆，我去拿罐头去啊，拿几个汤罐，我给他们放点汤罐吃，基本放点汤罐吃，等会儿，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家人们点点亮啊，家人们我给你们看咱这汤罐啊，这个汤罐挺好，拍一发14.9块的话是16罐，哎，六罐，14.9块六罐罐头啊，老铁们，六罐罐头啊，想买罐头好，我可以拍，这罐头老好了，这罐头狗都嘎嘎嘎喜欢吃，这个泡泡罐狗粮啊，
看老四吗？老大坐下来，老大坐下来。三分，使劲坐，小石头坐，不能动，不许动啊！都扁鹊好一点啊！哎，使劲！不动，不动。不动啊，不动。哎，好，使劲。从来没给过那个这个罐子，回到回到，拿着你手机，拿着手机，三万回来，一人一份啊，听好我的口令。我他妈里边点一点不起意。
听好口令，一、二、三。这你牌，对，不行，这牌，这个牌你的，对对对。你死乱套，又死乱套。你们几个听话的，老大听话，老大和腐妞听话，咱家就出老大和腐妞和石榴蛋的听话啊。老大腐妞石榴，你赶紧吃吧，你赶快吃吧，你走哈呼他干啥呀，你有那功夫你多吃点东西，你都哈呼你儿媳妇干啥呀，你儿媳妇欠你啥呀，这当老婆婆的你怎么哈呼你儿媳妇干什么玩意儿啊，你罐头啊，家们这个罐头好，罐头 14.9 六罐啊。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东北黑木耳啊，家们，东北黑木耳23.9，180克，55一斤啊，家们，东北黑木耳55米一斤，好评率99.9%啊，一斤能泡出来23.9块钱，23.9块钱180克，重新讲解一下，整错了。嗯，家人们，23.9块钱，180克，55一斤啊，家人们，咱家黑木耳一斤能泡出来14.5斤出来啊，一斤泡14.5斤，你看这个量，老铁们，好评率99.9%，嗯，老好了，木耳可以清肺润肺，啊，刮肠子，清肺润肺，木耳蘸辣根，啊，木耳炒肉，老好了。seven 你咋不吃呢，我有时候赶不上看直播只能看回放了。seven 吧， seven 每天晚都吵着。腐妞现在都可听话了，腐妞现在都已经知道自己晚上吃多些了，吃完就拉倒。腐妞也不跟别的狗蛋子抢，就 seven 跟别的狗蛋子抢。嗯，看公狗，看公狗，公狗再看这公狗这儿呢，公狗蛋子。公狗小牛蛋子明白啊。看小迷糊啊，家人们，俺家小迷糊属于公狗蛋子啊。家们给我姐点点关注，一号麦啊，至高无上的榜一啊，姐啊。福妞跟老四咋样？跟老四的话，感情方面倒是挺好啊，倒是没什么玩意儿，感情方面都挺好。哎，没听说过他俩之间有什么其他的绯闻。啊，也没听说俺家老四最近跟咖啡有绯闻啊。目前为止的话，老四跟腐妞他们二位感情关系的话都很不错
啊，都不错啊，家庭非常和谐，非常和睦啊。老四也是，老四也是对妇女也是恩爱有加啊，对小明也是管理有方啊。个人建议，16个头最小，谁欺负16必须教育。谁欺负16必须教育。你像是前天晚上，那个小牛大呢把小16给咬了啊，我转身就是一个乾坤大挪移，外加一个无影脚，知道吗？直接给小牛大肋巴上的给干折了8根啊，直接带小牛大上医院给他缝针，总共是接了8根骨头，外加缝了140多针给小牛大呢，因为他咬他妈妈，他咬小16蛋子，家人们啊，咬16蛋子啊，我直接给小牛就是一个大飞脚无影脚直接给干飞了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伙啊。小石头蛋子前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事了，那小石头蛋子啊，张口忽悠我是不是教育妇牛了，家人们，那天晚上我是不是给小妇牛一顿教育，是不是给小牛蛋一顿教育，小牛蛋现在躲可快了，我看我要打小牛屁股蛋一下啊，小牛蛋躲可快了现在啊。吃完了吧，吃完收盆。啊，收盆了啊，没有了，三万你别吃了，没了，你再怎么舔也没了，这盆舔的，这盆舔的比我兜都干净，你可别舔了啊，你可别吃了啊，总放那个马后炮，三万啊，人家都吃完饭了，你再寻思去吃去，你吃啥呀，你要吃啥，没了，粮也没了，今晚上空了。三文指定没吃饱啊，你他就呜呜叫唤了，光呜呜叫唤了，你呜呜叫唤也没有用。啊，我最爱大公主欺负了16也要教育，不护短。感谢我姐啊。干啥呀姐，他们就是我跟你说，他们谁欺负谁，我反正是不护短，我反正不护短，我跟谁我对谁都一样啊。老大也不欺负谁，老大也不欺负谁，原先老大欺负妇妞，但是妇妞现在怀孕了，老大现在也不也好了。老大肯定知道因为妇女怀孕了，知道吧，他肯定，我跟你说这个狗啊，家人们，你看俺家 Simon 之前总叫唤，是不是他总叫唤，因为妇女发情，知道吧，总咬他发情，是吧，然后呢现在他能闻着妇女发球的味儿，发情的味儿，他也能闻着妇女怀孕的味儿，我估计是能闻着怀孕的味儿。我跟你说，我隐约能看出来腐牛蛋的指定怀孕了，苹果梨几天发货，今天拍明天就能发，我感觉腐牛蛋的应该是怀孕了，就是它这个扣啊明显跟前两天不一样，虽然说看不出来什么感觉，但是我感觉它这个扣啊就是什么感觉，家人们，就是好像是就是它这个就是特别挺实啊，虽然说它没有什么颜色，没有什么变化啊，跟前两天的色儿没有什么变化，我就感觉他这好像啊有个。三文你干啥呢，三文你看咱唠嗑呢。咱两个价格呢，两个价格的话，一号链接是38.89斤。38.89斤啊，然后二号链接是25米是5斤二，别叫唤了，再吃个梨下行不行，哎三文指定闻到梨味了，我告诉你啊，指定闻着了，再吃个梨啊，苹果梨，老铁们，大苹果梨啊，想吃苹果梨的好吗，拍南苹果梨吃啊，大苹果梨老带劲了啊，苹果梨虽然说不好看，但是这个梨是真好吃，老铁啊，长得乌乌噜巴秃的，
咱家这个梨啊，老铁们啊，它是一点什么打蜡啥都没有，知道家吗？啊，一点二次加工都没有，啊，家们就纯纯的刚从树上摘下来，我就给大伙发货啊，什么二次加工都没有啊。嗯，对，老大比较老实，俺家老大基本都是随，俺家老大一般都是随大溜，老大随大溜，啊 ，seven 是指哪儿，老大就往哪指哪打哪。小明在干啥呢？在那儿吃梨，吃梨来。哎呀 ，seven 可愿意吃梨了。这梨真甜呐、啊！来，明过来，明给你一个，明花，瞅你今晚表现不错，我看你今晚表现不错啊！明花来，我看你今晚表现不错，看你骨骼惊奇，明花，你过来，明花，抓紧发货就明天就发货啊，家们啊！这个梨虽然不好看，它口感特别好，家们啊、哦！米过来呀、啊！一个是你，一个是小石榴，我必须都得喂嘴里去才能吃。来来，伏妞少吃点吧，伏妞吃多了容易拉肚子。这个梨，三娃他们今天吃好几个了。嗯，你也想要啊？老师你也想要啊？你还想要啊，老师啊？啊？来，四哥。没有了，不能给了啊！你们吃不少了，三妹啊！苹果梨，哎，给腐牛一口，给腐牛吃一口，腐牛都吃了，这个梨吃不够，老铁们，这个梨他们吃不够，我现在再给他们一人吃一个，他们也能吃了。啊，真事儿，家们，我一人再给他们来一个，他们也能吃了。这个梨主要是解渴，水分大，啊，而且吧，家们，这个梨比较甜。啊，都让你吃了，我基本都给他们吃了，我基本都给他们吃了。我再给来一个吧，再给来一个吧，啊，我就吃了中间，你知道吧？中间有酸味儿，我吃了中间，外面的基本都给他们几个了。嗯，来个大的吧，行吗，家们？咱这个梨啊，家们，你们收到货肯定都会，家们基本都是这么大的，啊、嗯，这么大的，特你看家们，这个也是大果，这个也是大果，看家们，这是大的，这是大的，看家们，啊、嗯，这么大也是大果，啊，老铁们看到吗？哎，大果和小果都有，它有大的特别大啊、嗯，中的。就是你看咱们差距非常大，其实都属于大果，老铁们知道吧，都属于大果啊。这个直径得当中达到10厘米了，兄弟们，这个直径大，直径好了啊，你看我是不是都给他们吃了，你看一下子啊，家们是不是都给他们几个吃了，我就吃了中间那块心儿。我拍的一号链接，大的小的，一号链接大的小的都有，家们，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啊，咱家不是专门卖梨的，老铁们，咱家不是专门倒腾水果的，知道家们，所以大果小果都有，
啊，咱这不是说把大果分成大果，小果分成小果啊。你看咱家嘛，就是几斤，知道吧？但是肯定是以大的为主，明白吗？肯定是以大的为主啊。基本就是，一号链接的话几个果，家们，一号链接的话肯定就会收到十三四个果左右，十三四个，啊。你看老大都不吃了，老大吃够了，你看见没？老大都吃够了。啊，那大梨，啊，你看这大梨多带劲啊！福妞是真喜欢吃这玩意儿啊 ，Seven 是真喜欢吃。你看老大，老大不吃了吧？你看老大不吃了，老大不喜欢吃了，老大叼不住了都。明白吗？你们干啥呢，明当子？你们翻垃圾桶呢？你是不是？石榴来，石榴过来，石榴来。我都给他们分了，我跟你说，就中间那一点让我吃了。你看狗蛋子喜不喜欢吃梨啊？怎么了？还行。三班，操你哥小迷糊，你俩偷啥呢？啊，你俩偷啥呢？啊，你俩偷啥了？这偷什么玩意儿呢？你，操你哥小牛蛋，你怎么家里怎么造这么窝囊了？今天吃不吃梨？我还给你送到家门口，买的水果。明天我给我们大公主买她喜欢的水果。老大喜欢吃啥？我都不知道老大喜欢吃啥。老大喜欢吃啥？苹果啊。老大吃啥都一样，吃啥都吃不多啊。中间这块是一点热酸甜的，知道吧？香蕉啊，香蕉还行吧。三文就不愿意吃香蕉，老大愿意吃香蕉，对。姐，你不用买啊，不用买，我明天我给他们买点香蕉，啊，好长时间不吃香蕉了，嗯，好长时间不吃香蕉了，现在有卖香蕉的吗？我都没注意。小伟，哎。姐妹，香蕉那玩意儿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老四，啊，香蕉那个东西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啊？那个香蕉，我是不太爱吃香蕉，知道吧？香蕉应该是一年四季都有那个东西，啊？我跟你说，姐妹，腐牛现在吧，它应该多运动。知道吗？咱家狗蛋子，我都想换个地方，家们知道吗？因为咱家外面院子太小了，我想换个地方，我想找个大院子，啊、嗯！我想找个什么地方啊，家们？我想找个三，你过来，三，你过来，三，你过来，来。三，你过来，三万，三，你过来。叫吧，能过来吗？我要好吃的，过来，来，三万，来。
不用买，姐，不用买。哦，吃不了，你买一买，一买买的东西可多了，都吃不了。再说你买的东西贵，知道吧？你买那个超市，你从那个，三文，你过来，你看看，姐，你从那个超市里买，哎呦我的妈呀，那个超市里东西贵，知道吗？啊，三，你能过来不？啊？妈，他不让我说，不让我说，不说了，他不让我说。不是姐，你那个你那超市里东西就是贵，什么万国超市是吧？什么那种超市给配送的那个，那个超市卖啥东西都贵，他那种一般都会卖一些高端东西比较多。那水果的话都一样。Seven 能不能不叫我了 ？Seven 你过来了 ，Seven 你过来来，听我话。那里指定有个梨，我告诉你，指定有个梨。小明小石榴妹，他是不是想吃小石榴这个梨？啊！我的妈呀，这里有个球，不行，坚决不能玩球。这个球是我今天刚拿的球，指定不能玩，指定不能玩这球。昨天那球已经被你咬坏了，我今天给你们刚给你们拿的球又要给我咬坏，是不是？不行。看好了啊，球看好了啊。哎我操，完了，再把个草马瞎子了。我进去，我进去，进去，进去。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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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来了，快点，老四，好你个，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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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进来来进来来，我看谁不听话，我看谁出去了。老四和腐妞是不是？老四和腐妞出去了，这两口子啊，买个塑料的球，我就跟你说，姐，啥样的球 Seven 能玩 ？Seven 只能玩铅球，他只能玩铅球或者铁饼，其他的球不适合 Seven 玩啊。其他的球他有多些猜多些，他只适合玩铅球。啊，台球那个球也行，啊，他只要那个球弹的够硬，啊，不行，老四他跑哪去了？进来，服务员，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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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进来，进来。进来休息了，老铁，不行，怎么这么叫唤媳妇？一会儿我媳妇大那起来，我跟我生气了啊！在走廊里，在这屋叫就叫了，他妈在走廊里叫不行。行了啊，家母啊，下播了啊，一点了啊，下播了，家母啊，老四指定出去上院子里头去了。铅球是铁的，那哪里弄得动？对啊，只有铁的弄不动的东西才能玩，弄动的东西三文玩不了。啊，家们啊，下播了，家们，他们该上外面去了啊。感谢家们啊，咱们明天见，拜拜，家们，谢谢大家，啊。谁都记得那双手，靠拥抱已那样你拥有，要拥有比心动色还真棘手。拜拜。